橙红色则圆润饱满，新竹县得天独厚天然优势，让柑橘产量年年攀升，个个多汁香甜。好不好吃？赞。新竹县柑橘的故乡产业文化活动，打出在地生产、质优价美的柑橘，吸引民众热烈采购。我们新竹县的其实都是集中在这边呢、啊，好料都在这里啊。他给我们试吃，有甜啊，多汁、新鲜、现采的，还有我们的农民很亲切的招待这样。新竹县柑橘产地遍布琼林、宝山、峨眉等地，种植面积约2500公顷，产量总值也高达37000公吨。出产的海蛎柑、桶柑、茂谷柑等品种，无论是在果品、色泽、甜度、品质都是挂保证。邱县长也亲自行销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尝鲜。很多的贵宾、很多的乡亲朋友，尽量来采购我们的。今年可以说是丰收的一年，也能够不管是价格非常的公道，尤其是吃橘子，营养价格最高啊。柑橘香甜好滋味，令人惊喜。新竹县茶花也在同一时间热烈展出，粉红色、桃红色各式茶花争奇斗艳，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。目前正值柑橘和茶花的盛产期，也欢迎民众踊跃到新竹县赏花尝鲜，将新竹县特色农特产品统统带回家。